争对手。那今天被询及当选后是否会加速推动台湾鸿海印尼投资案时，只说会等中选会公布最终投票结果。平面媒体报道，新北地检署下午再度提讯犯下北捷十二人案的郑捷，这件遭羁押至今将满两个月。据了解，检方倾向不严押郑捷，因此极可能在下周侦结起诉。华裔 NBA 球星林书豪下周来台，美国职篮 NBA 小皇帝詹姆斯也将在24日访台，参加新北市和高雄出席篮球训练营。又有台湾之光，这次是历史悠久的建中乐器队，他们月初远赴加拿大参加卡加利2014世界乐器大赛，不负众望拿下乐器游行15岁以上组以及乐器游行组的双料冠军。新唐两个电视整理报道。